而爱德华兹这个同期对球迷朋友们投入了比较大的期待值的这位外援，之前在说天津队的比赛的时候，罗杰斯的一场十几个助攻是很正常的啊。比赛马上开始了，好的，球迷朋友们，跳球之后，天津队拿到第一次进攻。持球攻模式，哇，爱德华兹这个球高难度，空中有换手，在顶着对抗的情况之下用左手挑篮打进，高难度，2021年的10月22号，相对来说，但依然是命运多舛，前路充满荆棘的这支球队。